今年这个诺贝尔不是说也打破点规律吗？嗯，就是颁的那个人三天前死了，嗯、医学奖。医学奖过去其实也颁过给死人，是吗？和平奖颁过给死人，颁过给一个以前的联合国秘书长，那是一个特别的悼念跟致敬。那回是真的违反常规，那是破例的了。对，这回颁奖就必须颁给活的。对 对, 对，这回是他们颁奖决定给他的时候，他还活着。哦，这是这样，哎，是这样，是决定给他决定的时候还活着，公布的时候他已经去世了，对，但是就以决定的时候为准，而且呢。这个死去的这位学者，他是送进医院临死前几天，他自己都有预感，他今年要拿奖。他家人也一直鼓励他，他女儿还是跟他说：“爸，您撑着点啊，再坚持三天，坚持几天。”他坚持不住了。哎呦，那个中国作家不是老一直盼望和平，文学奖，文学奖，文学。最近他们的说法就是说，作品的就不用多写了，就指那个李锐啊、莫言啊那几位哈、啊，比较热门的。保重身体吧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呢，但是我跟你说，他这个屠嗷嗷可也是81岁了，嗯，中国中医研究院的终身研究员，这个青蒿素啊，说是治疟疾的，什么挽救了数百万人的性命、嗯、前一阵在纽约领了这个奖吧，嗯，但是为什么争议呢？说对此啊，持续13年的，就是他的项目持续13年的523疟疾防治药物研究项目参与者称不公平，认为整个523项目组的人都应该得奖。嗯，哎，我觉得这就是涉及到了一个老的难问题，一直学术里边啊，就说这个个人和集体之间，你看咱们外行人原来聊的就是说，你看看人这个中国又闹这个墙里开花墙外枪，这么多年屠嗷嗷也不给人院士，也没得过任何国内的奖，反倒是人家国外最后承认了。嗯，但是你看现在他这个反应啊，又说那不是他一个人的，这事儿你们学术界是怎么分的？不过这的确是这几年的趋势，你仔细看诺贝尔奖的历史啊，就以诺贝尔奖当一个例子，它不一定是好例子，但也有说明的功效。它过去100年来这个历史里面，你看它的科学奖在二战之后逐渐的，尤其是最近20-30年，几个科学奖项，物理学奖，化学奖、医学奖，在过去10多20年，几乎每一届颁出去都是颁给好几个人，而且是甚至是好几个不同的团队。对，它不是一个团队。你就今年物理学奖，比如说研究这个宇宙的负能量，就宇宙的这个扩张的这三个学者来讲，虽然都是哈佛的毕业生，但是呢，他们其实各自属于两支不同团队，而且这个两个团队还是竞争的。哦，他们是当时是在这个研究上在竞赛，然后几乎同时达到了相同的结果。那所以现在颁奖呢，已经在复印这个新的趋势。这个趋势就是说，现在的学术研究很少说在是一个天才的英雄型的科学家独立的研究下苦功，不是那样，它是团队，而且有时候是几个团队。但其实回过头讲啊，我觉得我们对科学史的认识也有问题。整个人类文化史，我们过去记住的大人物都是一些伟大的天才的个人。你今天仔细去看，其实那所有的个人啊，都是个集体的一部分，甚至画家都是。比如说，我很喜欢一个荷兰那个大画家伦布朗。伦布朗的画，对，伦布朗的画，现在很多人都认为，其实他是整个 studio 在画，是他整个工作室的人都在帮忙。当年其实很多画，荷兰的画很多都这么画出来，所以伦布朗你可以说是个集体的一个身份。他这个前面讲那个其实跟你的问题不完全一样，他讲的是现在的奖是给世界上达到这个水平的，可能大家从不同方向达到，他同时给奖励。你的问题是一个小组，到底是奖给一个人还是奖给一个团队？没有，他现在也是个团队啊，他们也是团队啊。项目，因为今年物理学奖，其中两个人他们是同一个团队，不是？但是他奖是奖给那个人的。他这个是不是像足球一样，在整个足球队每人一块金牌？不，但你还是这样，因为你是一个团队，但是团队里面有什么荣誉就属于这个里边的区别在西方，他一直有强调个人的因素，所以即便你是个团队。你就是有一个领头人，我到时候奖给你这个领头人呢，就等于给了你这个团队的全体荣耀了。啊，就是说照理说你应该就是你给了他了，我们三人行要你得奖了，我们都光荣了，是这么回事。可是咱们这边呢是不是这么看的？
你怎么给你呢？没我跟你说话，你怎么能得奖呢？就是意思是我们大家要分，这好像，就这个里边有点，这就是说明回应我们过去讲，我们表面上强调集体主义，其实最不集体主义。因为大家最想在分这个东西，就是他们呢，其实假定科学研究都是集体的，但是你总要有人来做代表吧？就这个人他其实你不要认为我们现在前三强、前五强也都不是他们个人的事情做，整个大项目、这个要很仔细的分辨。对，你比如说，我就老问人，据我打听到的哈，他们说，比如说乔布斯，说是 iPhone 主要是他弄的，就是很多个东西啊。就是乔布斯个人的想法、那像这个你如果得奖的话给乔布斯就实至名归，对吧？但是你要说苹果公司我们都应该有份吗？但是很多比方现在我就认识有人现在改非常有名的大楼，但那个大楼就有个总设计师，那他是一个人的名字，但是其实这个大楼的方案你要细讲了，他最早什么后面什么下面整个队伍什么、很多人都参与在里边，那你要在下面细讲的话，那人说这个其实很简单，总设计师而已啊，就是好像是这样的，很不确。但如果说你将来留史还是这个总设计师啊，但这个对不对？这个我觉得还好说，为什么呢？因为的确他都有集体身份，在集体身份里面总有一个人是提供整体蓝图的人。就拿建筑师来讲，比如说库哈斯做了很多的东西都是别人参与一起去做、但是问题是他是主导整个概念的人。对，那同样的这个科学研究里面也有些人是主导方向，是或者是主导设计这个实验，或者在理论提供上面说主导地位的人，那这个人就要被认定。那的确他是整个团队在参与，他很多研究生什么在带着，但是问题是一定有人是主导。所以在学术研究里面我们就会很讲究，比如说科学研究有没有叫主任研究者 principal researcher， 或者说就像人文科学写论文也有几个人合写的嘛，比如那这时候就是看谁排头，这就很重要。我们是打破头。对，那但是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是心灵的旅行，唯有专业保障方能享受旅途。天庭保险，自在出行。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只候鸟，起飞去向自己的海和海边的泳池院墅。全球候鸟度假地十月发售，中国威海。45瓦能做什么？格力一赫兹变频空调，国际领先，最低功率只需45瓦，让节能舒适一路领先。格力，掌握核心科技。100年前，人类发明了味精。20年前，太太乐创造了鸡精。今天，太太乐倡导先上加鲜，加一点鸡精，加一点舒之鲜，加一点鸡汁，味道好极了。5年前的泰国军事政变迫使他信下台，5年后魏泰党卷土重来，泰国第一位美女总理他信的妹妹英拉亮丽登场。这是民心所向的解决泰国深层矛盾的新契机，这是数十年来动荡政坛的短暂插曲，泰国的未来又将路在何方？探寻问题根源，专访历史亲历者，泰国前总理宋猜，绿旗风云对话，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我们的做几个作者一起的，我们最简单的方法按百分比，他一定要我们说出百分比。比方我们3个人一篇文章，好，我们最后就说我比方王德威、陈平原一起文章，每个人33%吧，因为我们说分不清楚怎么来分。香港呢，这个 UGC 呢有一个叫 RAE， 就 Research Assist 就大学资助、就是他那个叫什么，就是评审，就是研究的评审。2006年做过一次，下一次做2014年做。现在就很受争论了，因为他的评审标准啊，就假如拿出东西来，他有5条标准，最好的叫 world leader， 就世界领先，第二个叫国际优秀 international excellent，
第三个叫国际认可，第四个叫 national regional local 认可，国家区域地方认可，最后一档叫无从辨别，那就是最低的。很多争论了，因为你看他把地方的跟国家的放在一起，那这个已经这等于是他的意思，就是香港好的等于是国家好的，然后其他的全是国际标准，我们的问题是你科学也许还能这样排，你也到文科的你怎么排？比方说我们做中国文学，我们的香港的认可，国家的认可就是国际水平啊，对不对？我北大的学报，我研究一个中国的个什么顶，我们就，但是它只能算你 national 的这个，就这个第四档，你看这根本不上国际水准，所以这个非常成问题。汉学研究啊，他们也拿外国人当标准的，对，像美国的那个汉学，就夏志清啊什么，他们那帮人，不，我是觉得啊，这个你看这个历史啊，以后我会觉得很难分。这个政策从个人英雄啊向越来越多的集体协作方面变，你像爱因斯坦英雄，理论物理学家，他甚至做实验他都很笨，他就是自个儿在纸上想，对，那个时候最多的就是你看，就是说他们现在也在辨认，有一个数学特别牛的一个人，当时跟爱因斯坦也是几乎同时写出了这个公式，但是你看这到最后他们就很仔细的辨别这个杂志是哪天发的，这篇论文是哪天发的，而且这名学者自己，要不说这是中国的君子之风，他说我比爱因斯坦晚那么一点点，而且这还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他说呀，我的这个创建确实我要承认是在爱因斯坦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所以应该是爱因斯坦，但是你看到了现在，你包括那个时候居里夫人感觉就跟老公做个伴儿，你知道一块受辐射，就没什么人，对吧？现在好像都是一大帮的，一个英雄没有了。那其实只有少数几种特别理论化的，或许还可能是一个人。以前其实以前比如说高斯那种数学天才，对不对？但现在基本上都很难。所以在评，但是我们仍然有依据，我觉得就学术界还是有方法。就像我刚才讲，有没有排头嘛？就排头到尾。那这个排头到尾它有个什么好的地方呢，就是比如说没错，我现在颁奖了，你可能一个团队人出来吵说，哎，怎么都给他不给我了，那我就说，因为当初你们获奖的这个研究你发布的时候，你们这个团队都同意让他挂头嘛，对不对？公推，公推嘛。那这个挂头这个东西就是个问题，尤其在中国。对，那咱书记挂头，我们都是书记挂头嘛。没错，就是这样。每年很多大学领导代表，又红又专又论文，你会发现有些。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写七八十篇论文，他什么项目都挂在前面，对。